这是我婚后第一次跟小俊见面，以前装傻无视你的心意，对不起。原来你知道我的心意。医生，是从金希珠的床底下找到的，看来金希珠患者也在收集安眠药，准备轻生。不可以，金希珠小姐。我真后悔喜欢过你，如果要那样离开，那你干脆下辈子也别出生了。M2 亲子方超能奶昔巧克力。